好吗？哦。哎，我刚才真的真的空中两圈呢，对啊，两圈的那种感觉，好厉害啊！刚才小朋友也不错，大概有540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来小朋友，谢谢你啊，谢谢，谢谢谢谢。那个地上那边是你的奖品，去拿一下，对对对啊，来恭喜你，今天奖品非常丰富啊啊，有11.5元加上一台手机，谢谢你谢谢 ，OK， 好，再见。我觉得我们刚才这些动作都太难了，对，我们来一个我们平常自己也可以练的，好不好？对对呀，我听说他们都在练俯卧撑。对哦，俯卧撑，对俯卧撑，那俯卧撑很简单，我们都行啊。对啊，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嗯，看看世界冠军的俯卧撑，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做俯卧撑了。大家看一下，从最简单的开始，俯卧撑。好，稍微难一点，单手俯卧撑，单手俯卧撑。接下来单手单脚俯卧撑。接着下来，我们看到了他做的是不用脚俯卧撑，不用脚俯卧撑，再来是。不用手俯卧撑，哇，这样跳起来，哇，背后，头前，头前，哇，背后，背后和胸前各一下，哇哇哇哇，什么？我刚看到什么了？你他整个人飘在空中哎，对呀、啊，就是他感觉他做俯卧撑的时候有那种是空的动作，而且他连后脚都起来哎，他最后一个是背后拍一下，胸前拍一下，这是悟空术了吧？对。前锋怎么样？嗯，绝对可以。对，背后拍一下，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你可以的，我们相信你，加油！不要给我们天天兄弟抹黑啊！真的，对，前锋加油！前锋今天你看，哇，前锋你好有胸肌啊！今天可以尝试一个胸前击掌，胸前击掌没有问题的，手脚离地，胸前击掌，胸前，后面啊，后面，后击掌，哎呦！怎么样？哎，很标准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厉害吧？小五，要不要试一下？尝试一下，试一下吧。标准的俯卧撑啊，标准。准度太高。哎，你看，他趴手趴的太开了吧？在一条线，在一条线，可以。好，走，比较标准啊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来给他加油，六个，七个。八个，九个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十九，二十，二一，二二，二三，二四，二五，他要做到节目结束吧？好，我们继续主持吧。好好好，小伟去，哎，你继续来啊。哎，小五别停啊。小五完了。小五已经这样了。你看，给这孩子累的。哇，你好有父爱啊！你我累到你了。我还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们的这个表情啊，好像都特别的夸张，就好像刚才欧弟那种，对，那种咧的特别开。对，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？现在这种表现力在我们的健美操里评分规则里面是不允许的。